这大招是已经叠好了。张飞天波想绕啊，天波想从左边绕。对，我觉得他这把张飞玩的像什么？像兰陵王，对吧？藏是吧？先藏，他从不保公孙离，我就是绕，对吧？白起，同样的套路，用凯或者张飞肉身卡人，卡完人回头打龙。嗯，但下路有一波兵线不做好，这波暴君呢是被下面危机拿下了。看一下装备，逐日已经做出来了啊。现